慢慢就会去了解这个游戏该怎么玩。好，它就是一个节奏游戏。节奏游戏。干你妈！把包丢那里。还有运气，运气游戏。运气通常就只在讲那个 timing 差啦。我觉得 timing 差真的很鸡掰。一楼，对，包过来，下包，哦、没有人了，钢琴有人，安全一点，快点赢，赶快过来，毒针在这个旁边，毒针死了，哦，还有一只这时候。为什么还有一只在厕所？我不是杀了一个毒针的吗？但我还来不及瞄准，刚应该腰射的。入神在左边，哦，还那一脚。哎呀，靠背嘞！他没有，他一直跑来跑去啊，所以他一直在找到。到啊，跑来跑去。左边。来得及拆吗？来不及吧。找得到就来得及，他找不到。他第一时间应该没找到啊。有度。